别藏了，我都看着。看见什么了？你手上的伤啊，陈琦告诉我。你不是找我来谈工作的事吗？我就是想看看你过得到底怎么样。那你现在看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你们家糖和盐在哪儿？用完了。向雨秋，向雨秋，向雨秋，你把东西放下，回你自己家行吗？我吃过了。你有力气在这儿撵我走，还不如去准备谈判的事。谈判？我虽然答应了要和你签约，但是我还是要尊重唐诗的意见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让我去跟他谈判，说服他？公事公办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去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啊？已经有很多新锐的设计师表示对新校人很感兴趣了。我已经和唐诗说过你会去谈判了，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。给你十分钟时间离开，我不想看到你。莲心，饭做好了，吃饭了。莲心，莲心，醒醒，饭做好了。莲心，哎呀，我今天没课，我再睡一会儿。该吃饭了，记得吃饭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